要说到热火，下面这个地方气氛真的是一片火热，亚洲人气王吴尊来了，看看咱们成都的妹子是怎么热情的欢迎他的。七点过，亚洲人气王吴尊一身深蓝色帅气西装刚一亮相成都春熙路，就迎来了现场众多粉丝的掌声和欢呼声。吴尊，爱你，加油，加油！身为飞轮海主唱之一，吴尊不光歌唱事业红红火火，近几年他也单独接拍了不少影视剧，使得人气一路飙升。看到成都的粉丝们顶着寒风支持自己，吴尊非常感动，还现场学起了四川话。没有吃饭的。记者看到吴尊的粉丝们大都是年轻美女，能亲眼看到自己的偶像，粉丝们表示天再冷心也是暖和的。啊，他们说是吴尊，就在这等了一下，还是看了，本来是多激动的。帅，喜不喜欢他？喜欢。那是啥子东西？他是个都喜欢的，演过电视哪个最好看？都很好看。这次来到成都，热情的美女粉丝给吴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他也坦言十分喜欢川妹子。很喜欢的女孩子，我觉得外表漂亮，可是我觉得啊，内心呢，我觉得是非常热忱、热情的。对，喜不喜欢？喜欢啊，对啊。然后在机场上，我就可以看到他们的热情了。对。在采访中，吴尊也透露自己的新书明年会正式发行，书中所描写的都是自己的成长经历。喜欢吴尊的粉丝们可得注意关注了。本台报道。